帅了，我跟你连麦，我还截了两张图。他帅吗？你也得不到呀，姐姐。他长得有点像那个郭敬明里面那个《小时代》里面的，是吗？是吗？嗯，帅吧？我也觉得挺帅的。哈哈，你也帅，都帅，没有，因为 因为什么？哈哈。因为什么？说。不好说吧，就不好说吧。因为什么？你说啊，你倒是。哦，就输入你刚刚注册的那个手机号码。嘟嘟吃醋了，是有一点点吃醋了，就是就是听到嘛就过来了。好呀，没关系，行，好，可以，那我好，可以了，拜拜。拜拜，谢谢啊，谢谢谢啊，你的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听到没有？现在我刚刚是还有70张卡吧？我先问一下还有多少张卡啊？他刚刚夸你帅，还有30张卡，还有三十张。凌晨他夸你帅，他夸你帅什么什么？还有三十张卡，赶快办好不好？有没有听我说话啊？他刚夸你帅，什么感想？我干嘛弄这样子干嘛？他夸我，我又跟他不认识，对不对？我跟他也不认识。你的脸怎么红了呀？吃醋了呀，还能怎样？你不是平时不是不吃醋的吗？你喜欢吃糖吗？不是。行行行，无语。你憋什么笑啊，狗东西啊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